相机，这是我的玩具，对，不专业，但是就是喜欢，没事的时候喜欢拍点东西记录一下，就是，但我从来不拍自己，我可能会拍一些街边的人呐、啊，包括拍一些我比较有感觉的景啊，啊，对，拍的不好还在学习过程当中。这是我在飞机上买的一个关于手机的镜头，对，它可以拍微距，可以拍广角，可以拍鱼眼，可以拍长焦，对，然后我也是留着，有的时候比如说没有带相机啊，或者相机没电，哎，我想拍一些，因为我很喜欢拿微距镜头去拍点东西，因为微距是正常人眼看不到的那个角度，所以它会有不一样的感觉，对，就是，然后笔袋，这个笔袋已经跟了我十几年了，我记得应该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跟着我，对，然后里面都是一些，哎，比较简单的笔啊，对，方便随时记录一点东西。